备宪兵一队领着中字旗帜大进场，中东锦进总成立后首场万人造势，支持群众挤爆他在杠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我人生60年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黄建廷秘书长竟然可以把吴锡友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我们现在是无党无派，所以我们是无党籍，那我们还要对付两个大党一个小党。说自己一人对抗三党不容易，尽管中东锦遭国民党开闸，却有着县长徐耀昌妻子蔡丽青来当他的竞总主委，而中东锦身边的女性颜值都不差，小清新形象的女儿钟可可以及妻子陈美琪，还有发言人陈怡桦曾有最美正代称号。中东锦绣上名字的白上衣搭配牛仔裤学生模样的钟可可默默站在爸妈身边，跟着摇手鼓掌，对比对手徐地珍辣模女儿李薇爆红后狂喜粉丝。县长你当然会期待他出现啊。没有，我才是主角，我是候选人呢。这样子我们家阿维他有他的工作啊，我尊重他的意愿，他如果愿意有放假他一定会回来帮忙，他如果忙我真的不敢勉强他哦。那至于我们议长的女儿也是很漂亮啊，钟可可啊，我也常在场合碰到她，乐得被喊国民岳父，连徐定珍都忍不住开玩笑，这次换老爸来蹭女儿热度。三立新闻黄孟贞苗栗报道。